看到了你们，我就想到了更多的受苦人。因为台长看着你们手伸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观世音菩萨妈妈经常为什么流泪，多少人需要我们去救，难道你们不应该去救他们吗？帮着台长，帮着观世音菩萨，一起去救更多的有缘众生啊！永远不要放弃，我们永远是学佛人，我们来人间的目的不是要在人间常住，我们要在人间救度众生，然后我们最后的目的是要超脱六道，永不轮回。希望大家能够身在福中要知福，也感恩大家，希望大家要永远的有发心去度人。台长，法会永远不会结束，你们把台长的话永远记在心中，法会就没有结束的一天。谢谢大家。